南山国际高尔夫球会，南山国际高尔夫球会由国家级企业南山集团投资，包括了南山国际和南山东海两个俱乐部，拥有共计225栋的高尔夫球场，居世界最大。球场整体强调与自然和地理环境的结合，宁静优雅，景色宜人。南山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拥有6个球场， 总计127栋，包含了台湾知名球场设计师林真荣设计的南山国际高尔夫球场，是标准的27栋山地球场，融合大自然的特色，让球友可以体验截然不同的挑战。南山东海高尔夫俱乐部拥有6个标准18栋球场，共计108栋，包含由英国著名球员蒙哥马利设计的标准海滨球场，以果岭区为重要特色， 结合海滨的自然风貌，更考验球友的智慧和球技。南山国际高尔夫球会还拥有300多个练习打击位，包含了陆地和水上练习，完善的各项练习设备，充分满足不同球友的需求。